说没有了充足而且清洁的器械呢，病患手术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经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哈，我们的供应师真是我们的幕后英雄。在最紧急最急迫的时候，可以去协助医生护理人员，让病患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很顺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傅之成医师。大家一定都在电视上看过，就是那种情节，外科医师正在开刀，开到一半，他手突然伸出去说止血钳，止血钳就出现了，然后他就继续开刀，又开到一半，他就手伸出去就说止针器，止针器就出现了。那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其实答案呢，就是我们开刀房的供应中心。那供应中心呢，它负责所有开刀所需要的上千种的这些器械哦。那他们负责包含清洁到灭菌到包装还有到发送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哦。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是要介绍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真的是可以堪称是医院里开刀房的心脏哦。那但是在我们开始介绍之前，我们先介绍今天的 Cohen 团队。那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医师有小儿科的蔡令平主任，牙科的沈一庆主任，血液肿瘤科高伟尧主任，神经外科黄国峰医师，神经科蒋汉宁医师，身心医学科王中熙医师，还有肾脏内科的王义纯医师。欢迎任何有医疗相关方面问题的观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询问哦。那供应中心24小时哦，提供医院上上下下所需的所有的器械。那这些上千种的这些器械，他们到底是怎么掌握的呢？我们今天就派我们的外景主持人去寻找一位器械达人来为我们介绍。Hello，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今天自为人医的任务是寻找我手中的器械达人。听说他能够清楚地辨认上千种的器械以及它的功能哦。现在就跟着我去看看，走。清点器械做一个 double check 的工作啊，因为这一区主要是负责病人手术后使用的器械。对，那我们这边清点完的器械之后啊，我们就把它浸泡在这边做第一次的人工清洁，然后接着会进入这个高压高温的灭菌锅做第二次的清洗和消毒。哇，他们动作好快哦！他们到底在忙些什么呢？他们现在在点盘、包装，然后做 double check， 确定那个器械没有写字，然后包装。这么多器械，他们真的都能记得起来吗？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考我们的器械达人念慈喽。好，这只Carrison 腰腹钳，这只 Elevator 玻璃子，这只机钩。这一只沙旬吸引头，就那么大一只？这个是铁锤，然后它通常会搭配这个骨凿一起去使用在病人的骨头身上。既然是这么像的器械，我就不相信考不倒念慈。钢线持针器，持针器，念慈实在是太厉害了！谢谢。我们现在包盘完之后要做什么呢？包盘完之后，我们会把整车的器械把它放进入高压锅进行灭菌。那我们怎么确认说这个灭菌是真的有完成？我们有很多种的灭菌方式去监测，但其中最重要的像就是用这种模拟的测试包，它里面有最顽劣的细菌，跟着包盘，然后一起进入高压锅进行灭菌。是我们经过灭菌后的指示剂，我们现在把它放入培养基里面进行培养。
经过三个小时之后，如果它呈现阴性，就代表它灭菌完成，我们就可以把器械使用在病人身上。那我们灭菌完后的物品，我们就会送来这个净品区，这里的温度跟湿度，我们都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电池这边除了放干净的器械，你们还要做什么呢？我们这边除了存放灭菌完的器械之外，净品区还有另外一项工作，就是要为医生准备病人待会手术所要使用的器械。你帮我们示范一下好吗？好，没问题。这里，我们现在呢要准备的这个就是 PKR， 它是全膝关节换置手术，然后主要的这个主包盘 PUR01。看起来很重哎，很重啊！你可以搬看看。哇，这太重了！一个女生竟然可以搬这么多器械。所以我们平常都要把体力练好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主要的器械都准备完之后，我们要准备敷料。卡就已经准备完成，现在就可以把它推到6楼的手术室。透过我们器械达人念慈跟我们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完成一个成功的手术背后有那么多的幕后英雄。很感恩念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哦，今天至为人医的任务完成。今天我们的节目很高兴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哦。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供应中心的护理长林丽华护理长，阿长您好。全球的大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丽华。那再来就是刚才影片中的女主角，我们供应中心的邱念慈，念慈你好。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念慈。哇，念慈，我们刚才在影片当中看到你哦，很轻松的就可以辨认出这么多种不同的器械哦。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供应中心目前有上千种的器械，那就是在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是要熟记每样器械的外观代码，还有使用的方法跟使用在病人身上的部位。那遇到不懂的地方，就是要就会谦虚的去请教资深的同仁、护理师还有护理长，那他们都也很热心的协助我教我，才能让我在短时间内熟悉上千种的器械，成为供应中心专业的一份子。同时我想把上人的一句话活用在工作上，就是多用心。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知道你今天好像还带了要来考我的是吗？来示范的器械。傅医师，你看得出来这两只器械哪里不一样吗？这是两只看起来其实根本就是一模一样的器械啊，这有差别吗？其实你仔细看的话，其实这只啊，它的前头啊是细，前端比较细，它是使用在比较精细的组织玻璃上，所以我们工业中心的每一个人就是在对器械的熟悉度就是要非常的高。哇，而且这样子是都不能搞错的，对不对？对，都要连这种细节都要注意到。那阿长到底是我们的供应中心做得这么好，到底是怎么样带领您的同仁，让他们都能够有这么好的训练呢？好的，首先我先分享一下我过去在花莲慈济医院手术室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外科医师叫赵凯，他那时候就跟我们护理人员讲说，你们要如何去递上正确的器械给外科医师，那首先你们就必须要知道这个手术是怎么样开的。那后来我刚好有个机会到台大去受训，那遇到一些资深的教授，在手术过程当中他们几乎是不讲一句话的，那手就伸出来，好，你就必须要递上正确的器械，所以可见了解手术过程是很重要的。那同样的供应中心的人员，他在要辨识这么多种的器械，他也不能光靠死记死背，所以他必须要了解说，哎，这个器械是用在什么样的部位，那什么样的手术必须要使用怎么样的器械，然后它的功能啊、外观等等。所以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也会让他们去开刀房去实际参观这个外科医师手术的过程，那同时也会搭配一些
解剖的图片，让他们更加深对人体构造的一个了解。那运用这些方式呢，其实久而久之，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熟能生巧，增加对器械的一个辨识度。哦，原来所以除了器械的长相之外，还有他们各种的功能啊等等，这些细节都要注意的非常多哦。对，那在这些细节当中，有没有什么事你会特别强调要去注意或小心的呢？例如常会叮咛他们，就是有一些比较精密啊显微性的器械，或者是用在血管上面的器械，因为这些通常就是会涉及到比如说大出血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去做包装的时候都要去特别的小心，好，以免医生在使用的时候会发生器械故障啊，没有办法说做正确的一个手术这样子。而且说手术的过程不顺利，拖得很长的话，对没有错事情。对，那我知道另外就是还有灭菌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嘛，对不对？念慈可不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灭菌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的呢？好，不同的物品种类我们用不同的灭菌方式，那可以耐热的我们就会进行高温高压，不可以受热的我们就会进行低温灭菌。那在物品的外观我们会贴上指示袋，物品的内层我们会放入像这种的指示条，那协助我们做初步的判断。同时我们每一国物品内都会放入生物指示剂去做监测，因为生物指示剂里面有最顽强的病菌，像是嗜热杆菌、枯草杆菌，那借由生物培养苗的监测显示啊呈阴性的话，我们就可以安全无误的使用在病人身上。所以那个生物指示剂里面它其实就是最顽强的细菌。对，所以如果你的灭菌过程是 OK 的，对，那它就会被消灭掉这样。对，那如果有任何的残留，就知道说这个灭菌过程是有问题的这样子。是的，是。然后那一条就是刚刚给大家看，就是说它灭完菌之后，它呈现一条黑色，就颜色会改变。对，它可以协助我们做初步的判断。哦，所以主要还是要透过这个生物指示剂来去做监测，做细菌的培养。然后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器械进去灭菌的时候，就会附上一包这样子的标准的灭菌的小包，然后就可以知道说这批的灭菌是不是都顺利这样。是，对。这样子，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吗？那听完念慈跟护理长的这些初步的这些介绍，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供应中心在做的一些事情了。但是，供应中心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协助那个医生在处理这些抢救一些病危的生命呢？我们来看一段影片。心脏、肝脏移植的复杂手术，扮演延续生命的重要任务。而这不仅仅只是执行外科手术医师的努力，幕后的团队更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如果说没有了充足而且清洁的器械呢，病患手术是没有办法完成的。那我们在临床上呢，常常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供应师，那很迅速的提供东西。最后一点，吸气，吐。每个月接生上百个新生儿的妇产科医师，面对产妇分娩如同家常便饭，但是在胎盘无法正常剥离的危急情况下，就是靠供应室集中生智提供特殊的器械，才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抢救生命，让母子均安。胎盘没有办法取下来的时候，帮我们找了一只这么长的的器械，好，让我们可以很顺利的把胎盘可以取下来，免去妈妈大出血子宫切除的危险。供应室真的是我们幕后的英雄。在一次拯救生命的背后，邱念慈不仅找到自己的工作价值，同时也让他体会到必须不断增强自己的能力，才能在专业上不断精进，进而协助医疗团队为病患拔除病苦。因为我自己本身啊有3次膝盖开刀的经验，深深体会到病苦，所以才会想要在工作之余继续进修，增进自己的专业知识，不仅能够自立，也能利人。因为我觉得能够帮助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这3只叫神经拉钩，这一只是神经钩，神经根钩。他们有时候拿来夹那个钩那个韧带啊，把它拉开来看。把握时间向护理师请教医疗专业知识，叶
练时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而他反应灵敏、亲切有礼的态度，更在2011年获选供应室最佳技术员。需要器械什么的，打电话下去，他都很热心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在楼下，他会告诉我们是哪一间，有时候还会帮我们去追。哎，对他真的是很不错的人，有智慧，而且反应快。哦，他可以提供低线上的人员最快速而且最好的服务品质，那他也为我们供应室带来新的生命。只要有空就到健身房运动，不仅让他有足够的体力搬运沉重的器械，同时也保持身体的健康，让他在这条助人的道路上继续服务精进。刚才影片中那位孕妇的状况非常的危急哦，那个阿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当时是杨医师打电话到这个供应室请求协助，希望我们能够提供这个适当的器械来帮助她，能够取下这个产妇的这个胎盘。那通常这个胎盘在那个生完分娩完之后呢，大概5到10分钟，这个胎盘就会自然的剥离。那这个产妇在经过生完小孩，经过数个小时，胎盘还是无法剥离，即使运用已经使用人工的方式，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她就寻求我们的协助。那当时因为妇产科的这个所谓的胎盘钳大概只有这么短，然后这个杨医师希望我们能够提供更长的这个器械，但是妇产科并没有这么长的器械，这已经算是他们科里面比较长的器械了，所以我就建议他说要不要使用其他科的器械试试看，或许可以。然后结果呢，我们也很快的把这个器械呢送到了这个产房，那果真没有多久，这个胎盘呢就顺利的这个取下来了。好，那我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说杨医师平常其实是还蛮镇定的人，当我接到那个电话，我可以感觉他其实也是有点紧张了。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常发现，就是说病人常会出现一些情况题来考验我们的这个大医王。然后其实医生毕竟是人，他不是神，他也会碰到有一些束手没有就是束手无策的时候，没有办法解决。这时候我们就要运用团队的力量，不管是前线或是后线，大家共同来帮助协助医生，来共同解决病人的问题。那其实不仅是杨医师这个例子，其实有时候我在单位的时候，我们也有时候会接到这个急诊啦，或是病房紧急病人有一些小状况，他打电话进来，然后有时候护士护理人员就很紧张啊，然后就说也不知道该使用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就会跟他讲说病人目前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哪里的部位在出血，然后我就说好，那我知道，我等一下就会把器械送过去这样子。所以就是在平常对他们这些同仁的训练，就是他们要很熟悉的知道这些东西是用在什么样的部位，然后可以解决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哇，所以这个其实听起来蛮刺激的，就是当下马上就要发挥对器械的熟悉度，还要再发挥一些创意，这样子。对，所以平常的一些训练是很重要的。那相信这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孕妇的这个急救的过程，也对念慈在工作上有一些影响吧。对，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供应中心是掌管开刀房器械的单位。那因为我们自己对器械的专业度还有熟悉度，才能像在这件事情当中，或者是在最紧急急迫的时候，去协助医师护理师，让病患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顺利得到最完善的照顾。对哦。然后我听说念慈自己也是非常的上进，也是在很多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就会询问护理师啊，询问阿长啊，来做更进一步的学习。那请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的问题是你会询问说，就是到底会遇到像什么样的困难，然后会来问这些问题这样子，然后有什么样的就是除了这样的学习之外，是怎么样让自己才更能够更学习更多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三次膝盖开刀的经验，就真的深深体会到病苦，所以才会想要在工作之余继续进修，增进我自己的专业知识。不仅能够自立，也能立人，因为我觉得
能够帮助人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快乐的事。嗯，那我们的供应中心也非常的不简单哦。我知道护理长之前也是为了能够学习更多，能够精益求精，所以还去了美国，去他们的供应中心做一些学习，是这样子吗？那阿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一些收获？好的，我这次是到那个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苏达大学辐射医学中心去做观摩学习。那大家在这个影片当中看到，就是我正在这个供应中心学习怎么样操作这个条码系统。那我除了在供应中心参访学习之外呢，那我另外我也到这个开刀房去做这个观摩学习这样子。那其实我就发现，就是其实目前以病人为安全人士各种作业发展的一个主轴，好，不论是在台湾或者是美国的医院，好，各种作业都是以病人安全为主要的一个目标。那美国是世界上不可否认它是第一大强国，所以在硬体的设备方面啊，或者是资讯软体的设备方面呢，他们都是领导着世界的先驱这样子。那就拿这个条码系统来说好了，好，这个条码系统就是 barcode 过去在临床上面已经有被运用了，例如像是给药，例如像是这个给药，那现在这几年呢也被运用在这个手术器械上面，所以透过电脑化的管理呢，那从整个灭菌啦、制造啦、到这个病人使用的过程当中，全部可以透过这个电脑的监控做立即的这个查询，所以这个是目前呢这个美国这几年来全力发展的一些手术室啊或者工艺室目前就发展的一个重点这样子。那当我去看了之后，我就觉得有深深的一个感触，就是说其实像我们慈济医院在整体的设备上面，包括开刀房啦、手术室，其实我们的设备已经跟这个美国的这个一流的这个医学中心的设备其实已经是相当可以说是并驾齐驱，我们一样也不缺，但是就是稍微在资讯软体上面这也是我们未来可能要可以努力的方向，对，可以努力的方向，为了病人的安全。嗯，是这样子。那在护理长的带领之下，念慈也在供应中心待了四年了。嗯，你是如何让自己乐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乐在这个工作，因为我知道在每天的医疗行为当中啊，我们都要去协助医师、护理师，帮助病人离苦得乐。那让我在工作里最乐在其中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妈妈常常鼓励我要多做利益社会众生的事，因为在帮助别人的当下，其实也丰富了自己的生命。所以才会在慈院这些年，我想我已经体悟到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才会这么喜欢我的工作，并且乐在其中。也感谢每一位病人，因为他用他们的生命在教导我们。而且听说你还在额外的时间还会就是一直持续的运动来保持你在工作上的这个可以让工作可以更顺利，是吗？对，因为我其实一开始运动是因为想要减重，让自己更健康，体态更好。可是运动这些年下来，你会发现运动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上注意力更集中，体力也更好，在工作上也不容易受伤，所以才会持续的运动这么多年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有这样供应中心的同仁来介绍他们的工作，那他们都带着视病如亲的精神，那我们非常的感谢他们。那今天的